啊，好累啊。做一件你也会开心的事情，玩玩游戏，聊天打屁，快订阅下去，给你最爱的小旭。好，感谢感谢。这怎么打太快了？怎么办？技能都没跳，好点好点。不过这边就要开一次龙科吧，其实这边开一次龙科好像也是可以的。这个光这个光珠太少了吧？这个这是啥小？这个不开龙科一定死，因为伤害太低了。没合体的话，伤害太低了。哇，连开个龙科都才刚好打死，这队真的是太烂了。这个没合体感觉很难打。可以靠那个直排回血吗？可是现在回血很低耶、欸。下一关无一下嘛、哦，结果到现在还没合体，到底在干嘛？到现在还没合体耶，我觉得这边如果不开技能，绝对打不死。只能开个技能。我不是不转金兽之牌啊，是你现在没有回，你现在没有那个合体，对不对？他那个补血量非常非常的低，你要看吗？你看哦，他那个回血量非常低哦，只有6000而已，所以刚刚就算转到也会死。你可以合体，等一下、哦，好像这边的话就可以磨了啦，你可以。
那打多少啊？15000。15000啊。两回合，一回合。啊，直接把他带走啊。这边看一下，可不可以直接带走？不行，这边一定要被他打。但这边被他打开龙科很容易就死了，要在这边磨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。看一下。好，这边在一边跟他磨，我跟你对磨了，跟你对磨定了。我干超痛，等一下，超痛的、欸。完蛋了，我光珠越来越多了，磨不太回来。光火星，哎，他打多少啊？15000哦，可以吗？可以回血吗？可以吧。哦，还有龙科，还有龙科，可以可以，要过了、哦、各位，要过了、哦。可以，要不要转租？应该不用开龙科了，哇，累死我了。这个队伍真的是时代的眼泪啊！